北抓到这边150块，其实算蛮有点贵的。那除非就是买 T 卡，而且你他直达车哈，最多只有到机场二航站，然后每天早上有两班会到高铁桃园站，那只有这样，其他那个普通车哈比火车，甚至感觉比火车还慢。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到机场的人现在变多了，所以说它的营运亏损没有那么多了。对，那它这个 A16 叫领航站，我有刚跟几个同学讲过，为什么叫A17叫领航站？是因为哈，机捷在盖的时候，机捷当初是原本的机捷是要从西门町到机场而已，而且是民间的当初一个 BOT 案，大家以前都听过那个长生集团的，就那个台中的杨家的，后来 BOT 案就发生弊案嘛，然后就取消他资格，后来长生自己也跑掉，那最后就是把机场捷运这条线跟桃园的捷运来线合并起来，变一条拉成一条一个环线，所以才会变成这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机场捷运的那个台北车站的站怎么在北门中间距离那么远？那是故意拉的，原本是要从西门，原本它的起站会从西门出发。好，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领航站呢？大家这个看到这个哈，这个站的另外一侧哈，就是桃园机场放它车厢还有维修的地方，所以它取名叫领航，就是我要领航，就是对桃园捷运的一个期许，领航起飞的意思。桃园捷运的命名都很好玩，像它现在红线在生命名，有一个那个观光工厂叫巧克力共和国，就它那边那个站就叫巧克力，但现在盖了，也许盖好之后大家就可以去这个巧克力走一走，你就觉得站名叫巧克力。好，那我先把今天的行程大家讲一下，我们再走过去，我们就步行。我们先到第一个就横山书法艺术公园，但是我们先不跟大景拍照，我们先到那边有个尖山考古展示馆。好，这个地方哈，大家不要看哦，2500年前的这个陶文化哦，这边是一个很多先民的地，比较很早汉人来到这边来就有很多那种先人的地方。然后再过来，我们10点到这个横山书法艺术馆。那它现在这一档有一个展览，就是韩国的书法家的那个展览。那我们都申请了导览。考古馆不按免费，那横山书法艺术馆就是要买门票。那就是我们大家自己自费，按照个人的资格，65岁以上的举手。65岁以上免门票，你65。现在看我没出来，然后对，那其他你有什么，你有导游证的什么证的啊，也是免票，然后反正就看到他四个，我们买票，那10点到那边。好，那我们这边拍个合照之后，这边再讲一下，大家会觉得很突兀，为什么会有个泰雅族的这个两个 Q 版宝宝，就男生女生？因为哈，桃园县的那个文化原住民文化局哦，他把今年的丰年祭办在这里。因为在复兴乡哈，就是你只能在照顾复兴的山地原住民，可是桃园有很多平地原住民啊，那他又有分泰雅族跟阿美族，因为阿美族都来这边做工的，就是嘛，对，所以就在这边，好像是在前面那边有空地，下面做丰年祭，所以说就把这个车站把它彩绘，把它做起来，是这个原因。好。这个横山书法艺术公园就是书法艺术馆这边，它总共4栋建筑，那这个建筑是得奖的，
就是国内有得这国家建筑品质奖，国外也有得奖。它很特别的建筑，它的设计概念哈，我那时候来看模型的时候，他说那皮塘嘛在前面嘛，就是砚台的那个有没有装水的地方，那这个上面一方就是它的那放笔墨不是放那个什么墨条啊，磨墨的墨条的概念，然后这样子设计的。那现在这里头四栋，其中一栋呢是那个就是大园的叫做尖山考古展示馆。那尖山考古馆不是这边不是尖山遗址，尖山遗址在大园国小那边，在前面一点那里，然后就还有这个大园国中，那这边就是2500年以前的，这应该是彩陶文化在这边。好，那我们就开始。最早是就是清朝来这边屯垦的漳州人、泉州人就挖了，然后是日本人在盖了桃园大郡，把这个皮塘的水连接起来，然后从石门大郡这样啊到桃园大郡这样转过来，这样把水啊就这个对对好，然后我们再先去考古下面哈，来画遗址它的那个。他这个文化遗址的发现也是很好玩。他刚好大园国小一个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呢刚好是师大那个就是历史系的还是什么，对地质很有兴趣，他分到这边国小当老师，他就刚好他们国小在工程嘛，盖东西，他看到挖出有那个工怪手挖出那个陶瓷的那个碎片，所以就发现了这个遗址。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你看像巴黎那边的大粪坑，或是碑南，他们是列为文化遗址会被人家重视，是因为有先人的那个骨骸嘛。那为什么这边那么多彩陶，它的这个陶品哦，还有相关的器具10万件哦，很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没有人骨？那我有问这边老师，他说是因为这边的土质哦，让我们的骨头其实都已经同化，对不对？它待会有个地层的一个展示。大家看就知道了。好，那我们。
大笨坑，另外一间在大笨坑。那它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样子。它其实是一件陶器，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我们水壶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个盖子，煮水的那个盖子，它那个捏起来的地方，它以前的人会习惯在它附近做一些类似装饰物的东西，对，有一点具有当代审美的意义这样子，对。然后这边这面墙主要就是介绍一些我们平常大园尖山考古展示馆这边从一开始到后来就是我们这个发展的历史。从一开始从日治时期校舍整地开始发现，那到后来会经过一连串慢慢的，可能就是它的大家会越来越发现它的重要性。对，那在最后一次这边有介绍，它到最后2011年的时候是由那个树谷文化基金会进行最后一次的考古挖掘这样子，因为他们其实那个考古挖掘是有年份限制的，就是它不能一直不限制的一直挖下去。对对对，没错。那这个是，它大概我们推估应该是4000年左右，对，没错，因为其实它是史前文化，它是在以前还没有文字记录的时候，对，没错没错。所以这年就是4000年，对，但它其实 range 蛮广。不是那个是深度的深，深度的深，对对对对，不要一天到晚就想这样。就是海平面的意思，对，类似，就是在海越往下深度越深，它叫深蓝色就是海，蓝色的就是海，对。没错，这个蛮多小朋友喜欢的，但大人也很喜欢，对呀，好玩啊，这样变改变它的。这个是海龟吧？对呀，我们有玩过。让大鱼经过，上面被大鱼经过照下来。哎，这真的好玩，对，照下来。对，很多小朋友在这一玩就一整天。对啊。你在做火山口哈？做那个深度，这样看在这高度，哎，深度就会好玩。生活的这一层，他们会习惯，因为我们现在包括现代人。
着时间的推移，神文陶文化的遗留逐渐被掩埋，堆积逐渐变厚。距今2800年前左右，我的族人来到这个古丘，并定居于此生活。我们族人在此居住一段时间后，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越来越多去处理，因此便在国家外围挖掘坑穴，并将这些废弃物加以掩埋。史前时代他们就已经有贸易往来的行为，这样子。对，有人有疑问吗？他会跟其他地方的做对比，因为考古学家他们不会只在大园这边做研究，他们会全台湾到处跑。那对对对，长滨那边挖出来或是大园挖，对，也有可能，因为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出土像大园尖山这边神文陶类似的那一类的东西，但是我们会以数量会去看。对哦，忘了跟大家讲，最重要的是大园尖山这边出土的史前文物目前约10万多件，只是因为这边展馆比较小的关系，大部分的东西我们是放在后面典藏室，那边有一般就是我们会有恒温跟那个湿度那些控制会在里面保管它们。那目前这边是常设展，未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要看政府预算有没有办法把那边的东西也搬过来这边轮流展示这样子。所以它不同的地区的话，是因为它的成分不一样，所以才能够去。
该会比较偏左边这边，对，就是比较粗糙，对。那这种就是打制，它其实就是比较初级加工的东西，这个不容易的，不过还可以剥制，对，因为不是太多啦，量比较少的地方不一样，对，地方都不没错。然后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它叫做有肩石骨，因为它这边很像人类的肩膀。那以前的人他们会在这边绑一根竹子或棍子，绑在上面，然后就可以在这边绕身子。网坠的形状也跟这个有点像，所以网坠它是两边都会有肩膀，让你两边都可以去绕身子，绑在那个网子上面。当时的人很聪明啊，他会看石头什么形状，然后就扣什么。没错没错。哦，石头可以叫这么平，对，对呀。可以磨制，因为它